大二女大学生的废话日记之悠哉的校园网。哎，大家早上好，早八人早八魂。现在还有七分钟，饭可以不吃，但是得装逼秀上。昨天卷了刘海。中午吃了牛肉面，嘿嘿。咱们今天被这个下马力给你说包去上课。回宿舍刚坐下来的时候，我们宿舍楼在搞那个消防演练，然后就跑出来了。我们现在打算先去吃饭吧，暂时回不了宿舍了。我有两个屁股孔，看这个都熟练了。听悲伤的情歌，看离别的戏，我突然就好想你。晚上吃个泡面吧。618我就囤了个胶原棒，感觉敏感肌离不开修复，满满的一箱面膜。然后这边是胶原棒，直播间买的，当时买的时候没太注意。我当时还买了一个他们家新出的这个胶原乳，但是我感觉不是很好用，我用了两天就长了痘痘。敏敏皮的话，我比较推荐大家去买这个我已经用完3-4个了。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皮肤都是那种嫩嫩的。